文花是吧？哎，你等一下啊，这戴好了吧？好，可以的。那个眼神往前看一点，别看我，你看前面好像若有所思的样子，安安静静的。哦哦哦，我得看着画是不是？嗯，对。哎呦，雨晴，我怎么觉得我的眼睛特别不舒服啊？我这个眼睛像对起来了一样。那你往前看，往下巴壳稍微往前撑一点，嗯，显得脸型特别好，文艺一点，好看，特别的美。真的吗？对啊，你看，你多好看呀！哎，真的好。哎呀，这里的光也特别好看。看海哪？哦，我看看海哪儿拍照好看。哎哎，雨晴，你看那儿好吗？行。好。哎，对了，我换一条丝巾。哦，还带两条丝巾啊？对。嗯，不行不行，这块得拿掉。啊？哎，好嘞好嘞，好。这儿光不太好，要不然坐这边吧。好好，这儿啊，这不太合适。这边，我没事儿，我给你拍灯，咱们避开。好，那个，阿姨，咱把那个丝巾搭到肩膀上，这样会显得比较文艺。啊，真的好看，行吗？行，啊，来，一二。那个阿姨，你别看着我，你看着前方就是那种思念家乡、远方草原，特别向往美好那种感觉。你找找感觉。那个找不着。你温柔一点，就是很想念自己的故乡，然后大草原，深吸一口气，不然有小肚子。一二三。特别的美，你看好看，我看看，你看看，哎，哎呦，哎，你拍的真好，哎，哎呦，真好，哎，雨晴，我发现你的拍摄技术比我们那些上摄影班的同学强多了。哪是我拍的好啊，是阿姨您的气质好，而且又上镜，看，多好看啊，看。是啊。来，雨晴，拍满天了，赶快，菜都凉了，先吃饭。走，行，先吃饭啊。你看，既然这么好看，你发给清风呗。好啊。哎，那个，我雨晴，我觉得就那张文花的，那张我特别好看。对，你看这个好美呀。不是我好看，你拍的好看。没有，阿姨你也好看，你看这张脸型也好，皮肤也好，状态特别的好。拍的真好，阿姨。回头啊，我在你手机上下载一些修图软件，现在人都那么拍，拍出来更年轻更好看。真的？肯定比你们那些老年大学的阿姨们强多了，对他们肯定羡慕你，咱照片就赢了，好不好？可是我不会。我会呀，我帮你弄。你看啊，我现在就帮你下载。先从这儿点进去，我先帮你下载下来。下载下来了以后呢，我就教你怎么修图。如果你实在不行啊，我帮你弄。行，你帮我，没问题。